喝着呢。强行留在一个不爱你的男人身边，很痛苦吧？他也不爱你。我知道，我又没想让他爱我。是林美雅让你来的吗？你到底是不是林美雅曾经最好的朋友？你就是这么看待他这个人的？你想干什么？纯捣乱是吗？我这可不叫捣乱，我这叫见义勇为。毕竟欧阳是我曾经的梦想，我心目中神坛上待过的人物，怎么也不能让你这种人给随便霍霍了吧？你这个人的格局我又不是没见过，我以为你从泰国回来会有所长进，没想到还是老样子，无理取闹的劲头只增不减。你以为我会像林美雅那样好欺负吗？你是不是忘了你们黎氏集团在鹿岛的项目了？用我再提醒你一遍吗？你可别再提那个什么项目，早就翻篇了，知道吗？我哥已经成功的引进了资金，根本就没用你爸所在那家破基金公司。怎么着，这回是不是没什么能牵制住我的啦？那就更好办了，你要是再撒野，我就撕烂你的嘴！赶紧撕烂我的嘴！果然没看错，狐狸尾巴总算是露出来了。撕，现在就撕，别让我瞧不起你！酒呢？就这点本事啊？你不知道我黎微微对这招已经百毒不侵了吗？你竟然你想打人家呢！胡闹！我等着，我告诉你。行了，走，回家。哎，我包，你包。你给我等着，徐思雨。别叨叨了，回家。走。你拦我干嘛呀？我还没打够呢。我不拦你，你杀人了！一会儿你赶紧回家。没事吧？放开！哥，你想气死我呀？是你想气死我好吗，黎微微？妈今天给我打电话，说你要重新开始追欧阳。我一开始还不相信，好家伙，你刚才可真是让我开眼了，又跟人干起来了。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你到底在胡闹什么，黎微微？我没胡闹，我就是不想让徐思雨好过。欧阳娶谁都不能娶她。欧阳娶谁不娶谁是他的自由，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，好吗？你赶紧回家去，该干嘛干嘛。还有，以后你要是再来找徐思雨的麻烦，我就让你去老店洗碗洗一辈子。回家。不回。回家。我是刚才打半天车没打着，这不寻思蹭你个顺风车吗？哎，我在国外虽然开的是突突，但是好歹也救过你的命，好吧？你对待你的救命恩人，能不能别拿你这种杀死人的眼光看我呀？啊，对嘛，那你怎么着也得请你救命恩人吃个饭吧？先陪我做个头发。哎，等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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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头发。是不是刚才在里边跟徐思雨打起来了？要你管！再啰嗦，自己留着打车。啊，好好好好好。
思雨，你别跟薇薇计较，她不懂事，不知道你跟静有大错了。你接下来还有要为林明雅做的事吗？ 师傅，我们换个地方，去威斯汀酒店。 昨天发生什么？你都忘了？我昨天晚上喝多了。你要是忘了，我就提醒你一下。你要对我负责。 去个卫生间啊。